玉里的刺客山面积约300公顷的金针花最近已经开花了，而为了让赏花客能够欣赏到壮丽的花海美景，玉溪地区农会特别和金针农们协商后留下了广达40公顷的花海，今年预期8月中旬会开始盛开。玉溪地区农会和富里乡农会都在8月8号这一天热情地举办了金针花开幕的活动，邀请大家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5号一起迎接台湾最大面积的金针花海精彩的绽放。望眼过去可以看到美丽的金针花，原本因为今年的气候比较干热，金针农很担心今年花况比去年还差，但是金针非常争气的美丽绽放。玉溪地区农会也在这天8月8号举行了开幕典礼，县长徐正卫也到场感受金针花的美丽。今天的花况比去年开幕的时候花况还好，今天哦，起码这个花苞都有了，板板那开，板板那碎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大家播修播，修修来咱的赤口山，我相信啊，越来越漂亮。尤其啊，这个我们要谢谢山上的农友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，而且非常非常的用心。玉里镇赤客山面积大约有300公顷的金针花，最近已经开始开花了。为了让赏花客能够观赏到壮丽的花海美景，玉溪地区农会特地跟真农们协商之后，留花广达了40公顷。今年预期8月中旬会开始盛开。玉溪地区农会与富里乡农会都在8月8号这天热情的举办金针花开幕的活动，也邀请大家即日起到10月15号一起来迎接台湾最大面积的金针花海精彩绽放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富里采访报道。